大家好，我们在了解九宫相一的时候，先看它的卦，八卦为源头。那么我们从坎卦来看，坎卦呢，它就是水，代表水。那么大家看，这个水啊，中间是一阳，一个阳爻，它外边呢是两个阴爻，两阴包着一个阳，啊，阴包阳嘛。所以说这个阳爻呢，啊，就在里边包藏着。那么呢，它代表什么？麻烦，啊，辛苦，啊，代表忧患。我们说水深火热之中啊，就是这个代表奔波啊、游荡啊、不安定，不安定。我们说坎卦为线嘛，是不是啊？水嘛，我们想到水，在一个人在水里边会怎么样，就是这个卦象。那么我们上个案例，那个白虎就落到坎卦上，啊，坎卦上，啊，白虎就落在坎卦上，是不是他那个针啊，都落在坎卦上？这还是什么？不厉害，因为坎卦为水，白虎为金，金落到这个水宫啊，它会泄掉这个白虎，它只是恶心，只是什么难受，还没有要他的命。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叫平台，它整个一个大平台，它这个平台上可以装星门神，可以装这些星门神。这个坎卦在于九宫来说，它是不是最下边？利是不是最上边？所以说他这个白虎在坎卦，就在这个神的屁股下边，坐神像下边放的针，哎，他就放到坎卦上了。坎卦还代表坐下，代表最福相的最下边隐藏着。那么这个九宫呢，它有它的可以平着放八卦八个方位，它也可以立起来放。它是平面的，但它又是立体的。大家去了解它啊，了解它。那么坎卦，坎卦，我们说啊，它代表水。这个水呢，我们要把它固定住，才行。在风水中，是不是山管人丁，水管财？哎，风水中这个坎卦，它就是代表财了。那么我们在三合一风水中讲得很明白，坎，因为你家要想存住钱，一定把坎卦要调理好，对不对？风水我们就不讲了啊，有兴趣者可以听我们三合一风水，我们三合一风水啊，再加上我们三室。那是调理更好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再说艮卦，艮卦，坎卦呢？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坎卦，它代表什么？下身，它代表什么？泌尿系统、肾、膀胱这些水的。那么艮卦呢？它为土，它代表脾胃。为什么根落在了？艮卦一基本上就是大肠与胃啊，因为艮卦它是为土，土为什么？脾胃嘛，消化系统。坎卦为泌尿系统。这个图片就告诉我们，坎卦是需要杀，是颜色是黑色，是不是需要杀？那么你家如果是坎卦是厕所的话，它就
不是太好了，因为沙水相反了。东北交今年很重要，这两年寅年是虎年，还在东北角。东北角如果说是厨房的话，沙水相反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所对应啊。那么艮卦，艮卦的象意为停止，为困难啊。我们说遇到一座大山，我们很难翻越，不往下发展，要停滞不前，就是这样啊，停滞不前。那么啊，就这个象意啊，落到艮宫有什么象？落到震宫是身不由己，不动也得动，叫动处啊，动处啊，震卦一打雷闪电，是不是震卦？巽卦是犹豫不决，徘徊不定，像风一样，这叫巽卦。利卦快速啊，它长得也快，这件事出生的也快，消失的也快，它比较快。利卦还有分利之象。利卦啦，啊，两个阳包一阴，两个阳包一阴，阴主什么？阴主慢，阳主快。那么坤卦，那么就多了。为什么多啊？都是全部是阴爻啊，全部是阴爻啊，多少对儿？你大家看一下啊，按壁画，这个坤卦也是最多的一个卦，济宫基本上都济到坤宫。为什么济坤宫？坤为大地，为坤啊，为母亲，她能容纳啊。落到坤卦的基本上为多，事多，人多啊，测什么什么多。你测婚姻，落到坤卦婚姻也会多，测病病也会多，它为土嘛，是不是啊？女人的子宫啦，这个脾胃啦，都在坤卦。坤卦如果缺，身体上不残缺，婚姻也会残缺。所以说在六合一啊，我们讲的很清楚啊，六合一讲的很清楚啊。有人说，于老师啊，你这个把风水六合一啊全部讲出来了，对。那么我们说风水上就缺一个坤卦跟乾卦，是不是？那么乾卦，那么就就比较，比如说你落到乾卦了，乾卦为城市，坤卦为农村啊，乾卦为高一层的啊，坤卦就为低一层的。那乾卦为什么？为男主人，为父亲，表上有啊，坤卦就为母亲。那么一个人要测卦，一个卦出来，你要看他父亲，看他母亲，白虎落哪个宫，哪个六亲了，就容易出事。还有对宫为口舌是非，为残缺，是不是啊？能说会道。这几个宫位它有它的五行，当神星门落到这个宫位的时候，会与宫位的五行产生了一系列的生克之化。那么三七六一的五行落入宫里边，会形成了十二长生。那么后边呢，预测中我们会讲啊，象意中也会有，我们慢慢的啊，把这个象意先搞懂它。那么下面我们来
说一下三七六一的象意。那么讲完三七六一的象意，我们还有格局的象意。那么基本上象意部分就给大家讲完了啊。讲完象意，那么下面我们就会给大家讲八害。讲完八害，那么我们再讲用神，再开始看局，一步一步的来。这一次呢，我会把奇门遁甲的这些东西给大家讲透一点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我们余承道三十课程。我们的公众号是余承道文化，可以直接搜索余承道文化。那么对于三七六艺的象意比较多，市面上比较多，我们呢不能把它们都要记下来，我们记主要的问题就可以了啊。先从一木，那么这个一木啊，第一个我们看这个一木的一字，大家想啊，你可以写一下，它是什么弯曲的，弯曲的。啊，弯曲的，它代表啊，遇到的这个事儿啊，会有什么困难曲折啊，困难曲折的过程，代表很柔弱，很柔弱，很微曲，很柔软的。首先呢，它的这个象先告诉我们，这个字的象，我们再从它的一个意义去看，它代表什么花草，这是第一个象，代表花草，我们住的啊，我们说代表木质的家具，代表床，这是常用的，是不是？代表花草也是常用的。它还代表艺术品啊，艺术品啊，在家里面代表花草，代表艺术品，有艺术气息的手工艺品啊，代表木质的家具、花草之类的啊，花草之类的这些呢，它还代表什么门窗。有人说，它这个一木怎么代表门窗啊？门窗呢，在古代了都是用木制的，和现在都是贴制的了。现在更新了，代表门窗比较多了，一木呢代表门窗呢，慢慢的都改掉了。啊，它在人体上代表什么？肝、毛发、神经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神经系统，啊，毛发，这些乙木啊，啊，手脚、肝胆、经络，代表经络啊。还代表身体上拐弯的部分，脖子、肩，人的肩，人的弯曲的地方，都可以用乙木来代表。它代表什么？委曲求全，它是曲中取啊，它不直中取，它是曲中取，就是说啊，通过其他的途径啊来达到目的啊，达到目的。它是三七之一啊，三七之一啊。那么这个三七啊，乙木啊，三七乙木，为什么家里面有时候放花草，放那些艺术品？因为它是三七之一，三七之一。还代表女人、老婆，
都是用乙木代表的啊。有人说看老婆，你直接可以看乙木啊，就可以表露出他老婆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性。那么丙火啦是属于刚夫自用啊，比较猛烈的一种火。我们说就跟太阳一样，化疗等等，它都是这个丙火。啊，丙火威严，脾气大，急躁，这都是丙火。那么它在我们实际上这些象意我们用到的不多，在实际预测中我们用到什么？比如说丙火，它代表香炉，啊，我们烧的香炉代表发烧。如果说这个人发烧了，直接看丙火。啊，有人说它也代表红色，它与景门不一样，景门代表的红色它代表血液，那么丙火它代表发烧的，啊，发热的，发光的，啊，看女人列甲用景门来代表，那么看发烧，那么用丙火来代表，它代表红色的，凡是红色的。还它代表油画，啊，它代表灶，我们烧这个灶，啊，这些啦，基本上它代表的比较多。它代表聚宝盆，有人说聚宝盆它代表，因为它代表圆的，啊，烧的元宝，啊，香炉。基本上这些都是的，它代表圆的，啊，丙它为心脏与小肠，因为心脏与小肠互为表里啊，它认为说丙代表眼睛、血液、心脏与小肠，啊，它还代表大型的电器，比如说。加油站啦，变压器，啊，烟囱，窗户，这个窗户啦，代表它代表南方的窗户，代表有太阳进来的窗户，代表阳光，是不是？这些啦，明亮场所，啊，代表炎热，啊，红色，啊，这些都是啊，它代表的。那么一期代表老婆，丙期呢还代表情人。有人说它代表男情人、女情人啊，这个不要分男女情人，它都代表在实际预测中，它都代表啊，它还代表发炎的位置啊，比如说你的牙肿了、肿胀、发炎，这都是丙火所代表的啊，都是丙火所代表的。啊，所以说呢，他代表啊脾气大啊，这个人脾气挺大的啊，脾气暴躁，有权威啊，有权威。所以这个丙火啦不能太多，如果出现丙加丙的象意。那么就是说，啊，这个大火，这个火就太大了啊，就麻烦，它代表麻烦事啊，代表麻烦事，出现麻烦事了，这个也是丙火，它代表乱子，啊，污逆，它代表乱子啊，这个代表乱子，这个丙，啊，就是说麻烦。它代表麻烦，代表惹麻烦，你不想麻烦了，麻烦来找你，看这个丙，你不招惹他，他要考你，就是这样。引火有一句话叫引火烧身，啊，引火烧身。
如果说我们预测的时候碰到这个丙火了，容易就是什么啊？城门失火，殃及鱼池，就是这句话被牵扯住了，引火烧身。那么这就是丙火的一种象，丙火的一种象。一会儿呢，给大家案例解说啊。还有丁火啊，丁火呢，常用的一个，在这个书面上可能没有啊，它代表一个煞气。有人说丁火是三气之一啊，代表好，怎么代表煞？对，它代表奸煞。如果白火加丁火，啊，它代表煞气；死门加丁火，啊，比如说天瑞加丁火。他看看谁来修饰与补充这个丁火是什么样子的，不能说丁火是好是坏，要看他的神星门对他的修饰与补充是什么样子的啊才可以。最常用的了，它是代表灯，所有的灯它都代表啊，所有的灯都代表啊。代表尖的东西，钉子啦，这些针啦，这个尖刀啦，这些尖的，还代表什么？结节、结痕、结节啊，它代表小的结节，这个钉啊，一丁点的，哎，大一点啦，就是棘土代表。大一点的结节，如果这个结节变质了，已经快要发成矮了，那就是根的一种结节。它慢慢变化的，一开始是钉，最后变成棘，再变成根，这是矮症的一种形成。先是小结节，最后大结节，最后是变成根的性质的一种。它代表手术，尖刀嘛。啊，手术啊，有人说要不要做手术？丁嘛，在那里时候就容易啊。丁代表仪器，医院的仪器，还有心跟丁在一块组合，就容易什么做手术。代表文化、文字、手机。我们说的手机啊，点了一个烟火，香火烧香，对不对？烧香啊，对吧？烧香，灯点了一个蜡烛啊，灯烛之火，是不是啊？它代表什么？第三者啊。它代表小尖，人身上尖的东西代表什么？牙齿，是不是啊？口红啊，牙齿、口红啊，这些也是啊。丁代表丁字路口，代表其他的辣椒、红灯笼、红色的开的花朵，这也啊，它代表。带尖的、带刺儿的，啊，这些也是钉，代表什么？眼睛、牙齿、心脏、血液、骨刺、肉刺等等。那么，啊，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灯，它代表针、尖的刀、剑、注射器、钉子。牙签儿，它还代表什么？票据、文章、香火，啊，打火机啦，这些啊，它还一个代表心脏，啊，我们的心脏，啊，是在还有一个什么眼睛？我们看东西盯着东西看嘛，眼睛就是这样的，还代表什么？
聪明、灵，它代表聪明、灵巧、点子多，啊，还代表机会、机遇、订单，订单也是的啊，订单，啊，订单。我们再说一下啊，戊土，戊土了。第一个它代表财，那么你有多少票子，多少钱，钱在那里放着，资金，我们讨债了，我们融资啊，我们要钱啊，你存了多少钱，你的资产是什么，基本上都是戊土来表达。它还代表墙壁，那么对应人体上它代表啊什么肌肉皮肤，对不对？啊，戊了多肉啊，多肉的，比如大象啦、猪啊，这都是肚子大胖子啊，这都是这个戊土。因为他块头大，所以说他比较什么憨厚啊，迟缓啊，就代表在人身上，他代表什么鼻子、乳房、肠胃这些肉多的地方啊，屁股啊，屁股啊，这些还代表什么大石头啊，水泥啊，还代表瓷器、玉器啊，瓷器、玉器这些啊。有时候它会代表植物，代表那个叶子肥厚的植物，比如说那个滴水观音啦、什么那之类的植物，还代表什么这个。地里边出生的山药啦、萝卜啦、土制品、陶制品啊，这些啊东西，还代表什么啊？这些土地啊、土地、房子啊，它有时候代表房子啊。为什么说呀？这个人的鼻子大，财多，他都是物的一种象，物的一种象啊。己土了，他的象啊，他的象呢，啊，就跟这个戊土的象不一样了。他为阴土，高出地面的土了，基本上房子啦，这什么都是戊土，在下边的埋着的这些都是己土。己土它有开口的象，己土第一个常用的就是阳台，因为阳台是开口的啊，地下室啊，它代表张着嘴巴，我们经常放着的啊，金蝉、貔貅啊、狮子这些之类的都是己土，都是己土啊。那么它代表坟地，那么我们说戊土代表房子，那么己土就会代表坟地。戊土为大脑，己为小脑啊，我们说它也代表消化系统，它代表消化系统啊，代表比如说嘴巴、肛门啊、马桶、下水道，还有一个最主要垃圾桶啊，垃圾桶菜地啊，它代表我们常用的代表陷阱啊，代表陷阱，代表思考想法太多，你思考的太细。他这个己土比乙土还要拐弯儿。
末脚。一木呢，它是跪下的，那么这个棘土就可能是书卷在那里，啊，书卷在那里，它的弯曲比一木的弯曲还要厉害，啊，还要厉害。所以说这个棘土啊，大家去看它的形状，卷曲的，啊，这个花开的这个花也是卷曲的，啊，我们说紫砂壶是不是啊？这些啦也是棘土，啊，也为棘土。碰到这个棘土，就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有阴性的东西。因为棘土它是，我们说它是具有阴性的一种土，不干净的一种土。啊，这个东西它代表，我们说物为棘脾，是不是它代表脾？啊，代表脾。接着说，还有一个根茎啊，这个根茎呢，那么用的比较多。第一个，它代表什么？大的阻碍，很大的阻碍啊，这就是根，遇到根就遇到阻碍。我们说根格，什么叫大格？叫小格？这些格局啊，大家啊，格局不讲啊。我只讲格局的象，格局啦，还有这些81格局、99、81格局，大家啦，要什么啦？要私下的你去看，网上都有。把格局啦，一定要看一看，基本上你会用的，知道它是怎么回事，在预测中啦，会受到很大的益处啊。遇到根，格局都不是太好。说它就是一个大阻碍，侧病遇到根，那么这个病呢就不好治疗，基本上癌症里多。侧室遇到根，就遇到大的阻碍。根就是什么？仇人。我们说仇人啊，因为奇门遁甲就是根给甲的打仗，甲就藏起来，让根打不到。那么这个根啊，就是说我们说坏蛋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它代表丈夫，那么乙木代表老婆，庚金就代表丈夫。它代表什么？孤阁，军人这些伟严的这些关口，黑社会凶猛的石块，这些大块的大梁等等等等。在人身上最常用的就是大肠啊。啊，你这个大肠啊，怎么回事了？是不是大肠怎么回事了？啊，所以说阻隔、阻碍这些呢，都是说这个与根有很直接的关系。那么好，我们看心经啊，心经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错误。那么这个错误是大错误、小错误啊？我在十二长生中会给大家定义这个错误到底有多大。那么还一个就是变革，辛亥革命啊，它就是变革啊，有这个辛就有这个变革啊，它代表什么？小金属、金银珠宝啊，这个辛呢代表硬币啊，它还代表什么？玻璃，因为它代表肺。肺不好会对应玻璃窗，会有碎的，会有烂的啊，这个叫玻璃啊，代表手术啊，代表手术啊，心它又是代表手术刀，还代表犯罪的人。那么我们看牢狱的时候要看心的落功啊，看那个罪人是怎样，一会儿呢会给大家案例看啊。还代表这些艺术品嘛，啊，这些艺术品，小鹿啊，小鹿，有两个我们看完，还有壬水啊，壬水
壬水。那么第一个，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变化。我们说壬水有天罗地网，我们测牢狱的时候啊，如果有壬水跟癸水的参与，基本上都有牢狱，因为它为一个为壬水为天牢，癸水为地网。那么一入到天罗地网了，肯定跑不了了。说壬水了，就有那个相。壬水还代表什么？门路，就是说我们说的室内的小门儿啊，这些走廊是壬水所代表的。它代表什么？家里边的动水是壬水。这个壬水啦，是没有颜色的水，可能是清水这之类的。那么，壬水它还代表字画啊，知府加上壬水的时候，它会代表画符，因为它代表一种形状，它还代表什么？子宫。壬水大，卖二郎，那个郭罗阴阳不这样说吗？它代表生育，代表人丁，壬水嘛，代表人丁嘛。它就代表子宫、输卵管、膀胱、输尿管、淋巴系统啊，淋巴癌的，所有得淋巴癌的，他家的人方位容易就是什么，就是厕所。那么我看了几个淋巴癌的，人方位它就是厕所，啊，它代表。运动啊，代表运动啊，好动啊。这个壬水啦，它有时候代表迷茫，因为它是大海之水啊，大海之水代表不稳定，代表不稳定啊。癸水啦，它就代表跟壬水不一样，癸水。啊，它又代表加工过的水，有颜色的水，比如说牛奶啦、可乐啊，这些酒啊，基本上就是癸水啊，癸水啊。大家看这个字啊，这个字眼那个癸水啊，它这个字啊，所以说呢，它是在人体里边啊，它代表内分泌。啊，代表肾啊，如果肾有病的话，它是代表鬼方有水，鬼方有水。肾脏代表骨髓，代表精液，啊，还代表聪明啊，这个人真鬼啊，就是这个鬼。它还代表哭泣啊。这个有眼泪了，很容易哭泣了，鱼缸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是我们经常用的水管啊，你家里面的水管，有时候它代表附体啊，鬼，我们说被鬼附体了，就是这个鬼啊，鬼，它代表什么？脚丫子、鞋，是不是啊？污水，这些都是鬼水的一种象意。好了，我把象意下面总结一下啊，总结一下，我再给大家再举案例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八神啊，八神，遇到八神了，那么我们知道了啊，我们在定向的时候，八神啊，我们说八神分贵贱，比如说遇到知府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很贵的一个东西啊，贵重物、金银珠宝、值钱的、名牌的。遇到腾蛇了，这个啦肯定是丑陋、怪异的、虚拟的、空虚。比如说假花啦，这个物件肯定是不是太值钱的，很假的一种。啊，它跟知府不一样。那么我们测这个，文物的时候是假的还是真品，那么就用直符
啊，和腾蛇来看，太阴呢，这个呢，是比较细致的，既制作精美的，一定要花心思的，比如说文字机啊这些啦，就是说写的那个字画啦，也有太阴的雕刻物，一些摆件啊，也有太阴的一种像六合。这个摆的东西是一种组合，是一种配套，是一种连体的，就跟茶具一样，它有一套啊。白虎啦，比如说石头啦，具有凶一点的煞气，尖冲之物，神兽之类的。玄武啦，就是脏兮兮的啊，弯曲的，多纹道的啊，比较抽象的。九地啊，旧的啊，脏的，暧昧不明的，深藏的藏品古董。五天了，是比较显眼的，比较鲜亮的啊，比较新一点的。八门定形象，凶门具有包装的，凶门为包装啊，包装啊，与水又相关的啊，这些之类的啊，死门啊，这些啊，方正的啊，比如说啊，废缺不全的啊，陈旧的啊，神佛之类的啊，与死人相关的古董之类的，还有伤门，能动的，破损的，伤人的。开门了，能旋转的，圆的，能动的，能开开，能关上的。精门了，缺口，带口的，带嘴的，能发声音的。生门了，是很新鲜的，有生机的，能变化的，能变化多种图案的，有生命力的。景门呢，漂亮的，发光的，发热的，各种证书、奖杯、奖状之类的，与文化名气相关系的。九星呢，它是定颜色，比如说天蓬啊，它定颜色是深色的，深褐色的啦，这些深黑色的水嘛。你天鹰星是红色的，天心星是白色的，银色的等等。天瑞星是给天瑞星是黄色的，玄黄色的。天冲星是青色的，天府星是绿色的，天柱星是白色的，这些颜色呢相差啊，就是差不多的啊。我们说天干呢有像河的叫河歌，河歌呢叫合体之物，叫合体之物。那么像河的我们知道啊，天干相合，甲乙己合
一于庚合，丙于辛合，丁于壬合，戊于癸合，这叫天干之间的相合。只要出来相合了，这个物品了，它可能就是合体之物。那么入木暗淡无光的旧的入木的空亡，这个物件了，它中间是空的，空的。地克天，上有巽，就是地盘克天盘的话，这个物件上面呢是有点坏，天克地是下面坏，天盘克地盘了，下面会有点坏。地生天，地盘生天盘，上面主要是主要部分啊，天生地，下面是主要部分，这就是什么了？格局。五行定物质，甲乙木，丙丁火，戊己土，庚辛金，壬癸水，这个象意呢，基本上我们先讲到这里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举两个案例。好，大家看啊。那么我们看这个乾宫的一个象意，第一个临之符了，这个物件不是一般的物件。首先说，它可能就是值钱的，贵重的或者名牌的，有一定的深远意义的，有代表性的，这些啦都是说我们说的，它有一个象意出来了。虽然它不富贵，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主席像，那么。虽然它不贵重，但是它代表的意义呢是非常的重要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说的一个直符的，先把直符的一个象出来了。那么它的第八神是九天，这个可能就是说不是旧的，是新的，或者说是放这里没几天呢，并不是说。如果临九地了，就是什么了？就是你放的时间比较长了。那么这是临九天，比较新的，最近才放在这里的。那么我们再看看，这个是癸水，还有一个天蓬休美在这里啊。那么这个他们怎样去表达？去表达啊？这个是水，或者是饮料，或者是酒。我们先不定它是什么。那么我们再看，它是天蓬，天蓬星，膨胀的，有什么能让人上瘾呢？天蓬星也是贪婪，是不是啊？让人投入的，人像娱乐的，休闷了，休闲的，娱乐的。看到这两个了，可能与酒有相关性了，因为喝酒使人膨胀，喝酒可以使人睡觉嘛，人没事的时候再喝点小酒嘛，休闷嘛。那么我们再看它的对宫的解释，是不是巽卦？巽卦是不是白虎？白家人，壬水出来了，什么了？天鹰星，能让人发烫、发热嘛？变红，肤色变红，那么白家人有可能就是白酒了。那么我们定向有几个给它定啊？财局分向还没给大家讲。还没有给大家讲。那么好，我们看，我们看。
那么它这个物品，从这个颜色上来讲，它是深色的，深色的啊，深色的颜色啊，你也不要说是深色色深了，就是颜色比较深的，不是浅颜色的，硼砷嘛，硼是深颜色，但这个呢，它还是一个什么鬼加几，是不是上下磕上嘛？哎，上面坏掉了，这个箱子盖打开了，这个酒瓶啊，酒瓶，哎，开开了，盖子开开了，有个口了，就是说已经拆开了。进一步看，要看它的对宫和它的财虚分相，我们更在细致里去了解它，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一种相。啊，再细致的去了解，再从六亲的这些关系再去了解，那么我们就看得更加的透彻。有人说这个己土，己跟癸在一块儿，是不是这个己就是盛酒的这个什么器械，盛水这个器械就是这个己土，那么就是这个己土。那么你看一下己土，它到底这个己土是什么样的形状在盛它的，是不是这个打开己土是不是在对宫了？九天，九天的这个可能是新的啊，崭新的啊，就是说比较透明的，九天是透明啊，九天也是透明，己加庚，还是比较硬的。啊，玻璃啊的之类的，己加庚嘛，天心星开门，哎，中心是开开的，中心了，瓶子中心是开开的。那么对的对宫是不是震宫啊？是六合加杜门，啊，天府星，是不是包装了一层又一层啊？装到瓶里边，再装到小盒子里边，然后再装到大箱子里边。它几层的包装？好，我们把这个宫呢给大家解读一下，解读一下啊。我们从巽宫开始看，巽宫开始看。那么临九天，临马星，只要是马星跟九天的组合在一块儿，就有动向。这个人呢？临时他会有出发。这几天你可以这样说，要你将要出远门，他会说是的，因为九天了，是往外走，马星是动向，两个在一块组合，那么就是必动无疑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象意，这个象意是死的啊，大家要记准，马星加九天就是一种往外走动向。不动也得动。那么又出来了一个一庚，一庚是不是济公？我们说什么叫济公啊？它是两个在一起的，一庚己，天芮星生门。如果你要看它测什么，如果说是测婚姻。那么他这个必定多婚，必定第三者，必定必多婚的。只要是有济公，如果车病必有长东西了，就可以直接说济公啊，车病就是说你身上要系着一个东西，那就是长东西了，因为他有个生门在这里，是不是多长东西了？一庚己吗？下是观这个相，观这个相就可以。那么看他的格局，那么我们看一加几是不是下上科下嘛？哎，这个东西下边有点坏，你可以这样说啊。庚在这里，一跟庚它是合格。
还是个，在这个几上边呢，放着一个组合的一种象。如果是神佛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合手的，这个象他俩就是抱着的，就是不是抱着啊，是两个手合在一起的。如果是观音，就是合掌观音、合手观音。那么如果敬神佛，敬的不止一个，因为他是济公。是不是？因为他是济公天瑞了，他是问题。但是如果测神佛的时候，他就不是问题，他代表的是神，是女神，有天瑞必有女神在此。那么论宫位，这个是巽卦，巽卦为长女，这个观音像就比较年轻一点。那么你在拜观音的时候，就不能叫观音娘娘，你要叫观音姐姐，因为她是巽卦。就落到坤卦上，你可以叫一下观音娘娘，是不是？你要请观音的话，就要请一个年轻的观音，不要请年龄大一点的观音，是不是？他这个相就在这里了。我们要看测神嘛，你怎样去断卦？要根据人的问话来断。啊，外边有一个心，庚辛己门窗，大家记准啊。如果庚辛在一块，庚己在一块，己辛在一块，庚辛己为门窗，有两个符号，你就可以定门窗。你东南有个门窗坏了，可以这样说，天瑞是有问题了。那么这个门窗坏了，就会了牵扯到你的人有问题，人9天，那么就是你这里肩给颈椎9天嘛，就是上面打弯的骨骼是什么？是庚又有辛，马性是动来动去的，那叫脖子、肩，这个叫左肩啊，左边的肩啊。人要趴到这个器皿上看，叫左肩，这里呢，就发生问题了。生病就是发展，生病就是发展。比如说骨质增生啦，长颗粒啦，是不是？那么它有很多的象，那么我们测什么？就用神马的象来测它东南。现在象很多，我们一下定不了，我们只有把它的范围缩小、缩小再缩小。比如说，我们要看它的门窗，那门窗到底哪里坏了？我们要拆序分项，拆序分项我再会讲啊。打开一更，一更在。看它的引干是在艮卦，开的时候玄武、空武、天府星开己加癸，就留着一个小口，开关的时候关不严了，可以这样说啊，因为己加庚，是不是啊？把己。打开在乾卦六合临死门，哎呦，死板在那里，关合的时候不灵活了，太死板了。那么你再把引干打开它，心在坤宫，心堵，心在那里，你那个关不好了，
用什么堵上了等等等等，都可以看。好了啊，我看一下时间，已经12点了。那么今天的课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那么春节后我们再开始讲课。明天大体上都该忙了啊，过年了，大家好不容易休息一下还在听课，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啊。那么大家了明天后天是不是啊，大后天我们休息个我们休息个3-4天，那么我们再来讲课，到时候再通知大家过了春节，我们从初三是不是啊，大体上差不多啊要开课了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。我们说像有缘相聚都是缘分。那么在这里恭贺大家新年愉快啊，生意兴隆，来年更上一层楼啊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发达。好，谢谢大家。